龄九十几岁，太祥和堂，太祥担任第一位堂主哦。民国四十二年就有和义和堂，庄严和义和堂。我们老讲师老堂主，哇，前世早期忏悔班都要去屏东哦，谢谢感恩。九十几岁的民国十六年次的，今年107年哦。27年次的了，哦，91岁的高龄了，心情好，可以吃得多。哦，农民长官夫妇哦，90几岁了，我们来参加活动，爱乡老菩萨班。